么时候开始，人们习惯用永不悔来描述我。从那片山野开始，当我念过几句，与一座山峰较量，被一颗石子挑衅，又在一条溪流里洗去泥泞。当我从宁静驶向繁华，在穿梭中目睹四时的流转，在沉香里见证世事的变迁，在烈日下被汗水浸润，又在暴雨里畅快飞驰。当我满载着希望全速向前，当我历经波折又半途搁浅，当我在磕碰里领会到艰辛，当我在休憩中体验到甘甜，一次次出发，又一次次抵达。责任激发的勇气，见证着微小努力累积的能量，了解到播种与收获之间的因果，目睹了平凡与伟大辉映的光芒。在不断奔跑中，我布满了泥泞，被时光刻下痕迹，但是责任与梦想再次召唤，我比开始时更加澎湃和坚定。就在某一个瞬间，我终于明白了永不悔的真正含义。永不悔的是一种坚韧的品格，永不悔的是一种人生的气魄。在更多真实的人生里，不悔的故事